你好，请问陈先生，你觉得目前住在这个社区最大的优势是什么？这个社区啊，交通很方便，这个靠近艺文特区，这边生活机能非常棒，尤其是临近就有慈文国小，还有文山国中，这个对小孩子的这个就学非常的方便。那整个社区这个建物的这个结构也不错，那住户的水准也蛮高的，所以我住在这里面非常的舒服。那周边环境有闹中取静，对我们这个退休年龄的人来讲，住起来十分的舒服。所以我们就在这边可以快乐的度过我们这个下半辈子的时光所以，非常的快乐，好，谢谢哦。各位长官、各位评审委员，大家好，我是和晖庭院主委贾国忠，今天很高兴有机会跟各位介绍一下我们社区。和晖庭院的"庭"乃三足鼎立之一，这三足我个人认为分别就是社区住户、管理中心以及周边邻里。和晖庭院社区就是在这三大基础上建构的一个合一住宅的环境。社区配合政府政策，积极参与长照2.0社区大学的活动，将社区教育厅提供社区以及附近邻里的长者们一个活动的空间以及课程。在节能省碳方面，社区在2年前就已经决定将地下1楼、2楼的车道灯管改为 LED 式，平均每年替社区节省的电费约15万元，也能够符合目前世界上节能省碳的目标与潮流。在绿化植栽方面，社区定期请人维护，将我们的中庭打造成一个绿化及充满生意的地方。除了让社区住户能够有一个休息的空间之外，也能提供附近的住户一个散步及遛狗的优雅环境，享受都市的一把青。相信各位委员从刚才的资料中已经看到，社区的垃圾分类及环境整理的部分做的是相当的到位。在社区活动方面，社区定期召开区大、每月管委会的例会、读书会、各式文康活动。还设置了图书室，就是我身后的这一片。最后，请代表社区感谢政府及各位评委给予的肯定与机会，希望能得到各位委员的青睐，将我们社区介绍给大家，谢谢。